今天拍的这一期可厉害了啊！这个是我们河南特色美食中的特色，对口菜馍。河南就是一个劳务输出的大省，很多人常年在外，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多长时间，真的非常特别想这一口，这一口家乡味吃到嘴巴里面，才感觉人真正的回来了，到家了。今日消费57。